视岳云鹏在公众平台发布长图，并配文：“花钱可以拯救吗？”照片中的岳云鹏穿黑色西装搭配白色衬衫，他把自己的照片分成五步，一点点整成了邓伦的样子，共花费34.9万。此消息一出，迅速引来了大家的围观，把大家逗得合不上嘴。不愧是搞喜剧的，有才。岳云鹏徒弟刘小婷迅速回复：“师父，求您不要改变自己，您在我心中就是最完美的，我希望还能再见到您俊美的容颜。”紧接着又回复：“其实我想说，师父，钱可以有很多用途。”有网友回复：“这马屁拍得可以，有点大师兄的样子。”邓伦仅七字回复：“哥，坚持你的梦想。”岳云鹏和邓伦也是比较熟悉的老朋友了，两人一起合作过很多节目。喜欢就订阅呗。